kisses and lips. She gets to the bottom. It sends her on a trip so right. She might be go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eah. She looks like a model, except she got a little more. Don't even bother unless she got the thing she likes. She's go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Ooh.获得 Apple 的方式就对了。为什么你们这是猜拳决定的吗？还是说他长得像罗志祥就可以？哦，那黑人哥来讲讲他们这段表演好了。哦，绝对是我错估这批消费者的实力，是不是？好厉害哦！这些是我有拿白金卡的，有绝对有，绝对有，真的不错，不错。但中间可能是因为我这样看过去，各位好像是巨人，我才是矮子的那种 feel。因为上面他们有一种气势，就有气势哦。对，因为刚刚感觉好像真的是蛮素人，经过光华商场，然后那种调调，偷买一些光碟。刚刚音乐一下的时候不得了，马上。对，因为 Apple 从以前嘛，他最以前加入黑社会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民俗舞蹈的氛围。是这样吗？对啊，我还记得是京剧耶。他以前就叫古典美眉嘛，到现在你看那个搭配写真书那种野艳。哦，不得了，他出来就是有那种君子都要好求的这种。哎呦，哇，这讲得太好了。对，但是中间那一位个子比较小的，刚刚那个，你刚刚冲过去想要跟 Apple 搭讪的时候呢，就叫小孩开大车，玩不起啊！哎呀，这没办法，年龄的关系还没发育啦。但是团队当中一定要有岁寒的。对，你没事就帮哥哥姐姐买饮料啊，这样 OK 的。好，把对，把风啊。不过真的不错，不错，整个气势可以吗？对，我觉得这是团体战。好了，接下来呢，我要来访问一个人了啊，来问一下他的直觉是最准的啊。首先，我们请到这位来张家伟牌子的小女生来上台上来来来。好，作为张家伟的粉丝，你觉得今天他的表现怎么样？超棒的。超棒吗？啊、哪里棒？整个就很帅。整个就很帅。那他跟这个 Apple 贴那么近，你会不会觉得？不会，很好。很好，这样就对了吗？ OK OK。那非常好。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你会生气吗？那我会生气。不错不错，我给他一个封号，理性的粉丝啊，好不好？请你继续支持他，好不好？谢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到这个给分的时间了。没错。好，现在先请小松了。老师，小松老师的分数是七分，蛮高的哦。Andy 哥，八分，高。荣誉主席黑人哥陈爸爸，八分，哇哦，大军老师7分，好，所以总积分是三分。十分呢？这次呢，因为是第一组，所以呢还不知道到底它是不是一个标准。没错，但是呢已经是很高了，高真的很高了。照以前的比赛来说，就是过关了。对，没错。啊耶！好，谢谢我们第一组的表演，谢谢。我要跟我真想谢谢，因为我第一次接触那种男女合作舞蹈，他就有点害羞，可是他就鼓励我，跟我说你要怎样，我觉得很谢谢他，是不是 Apple？ 不知道，我想干嘛？想借机抱抱是吗？上一个。哎呀，其实我们都蛮想要的。哎呀，好，你这一个抱。辛苦了，辛苦了，哎，谢谢。小弟弟应该不用吧？哎耶，不是。有啦，你们都表现得很棒，我觉得有把老师想要的感觉跳出来。对，希望你们那个可以是
第一名，因为第一组其实真的是比较紧张，而且比较有压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刚真的不错，我觉得没有出错，很完美的表演。Justin， 看完第一组精彩的表现，接着上场的第二组又会与哪位合作呢？好了，我们第二组，我们来看一下，已经就位了。手上拿的这个应该是拐杖嘛，哦，对，应该是类似像百老汇的感觉，没错。对，那他们这次练习呢，到底是跟谁呢？我们来看一下 VCR 好了，请看 VCR。哇哦！糖果，让我们欢迎 Candy 糖果。哎，欢迎糖果。你好，你好，哇，哎呦，糖果长相又甜美，对不对？没错，然后是以这个甜甜美少女的感觉啊，嗯，而且她之前有当过 JPN 的老师哦。哎呦，有一次我们演唱会要跳九令的舞，哇，然后她很会跳九令的舞，她那时候就教我们三个。对，那时候我教我们跳《美人计》。好甜哦。就是糖果，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好甜，太甜了，是不是？太久没有听到，他有跟毛弟合作过，对啊，我有跟他跳那个罗志祥的哇哦。哦，你们跳了罗志祥的哇哦，是啊，还不错，啊，下次你也可以哇一下，好不好 ？OK， 相当不错啊。那他可是他长相甜美，可是却很有爆发力，对，有爆发力。这个要找 Andy 哥来讲一下，你觉得啊？对，因为其实糖果在这个黑社会那时候啊，就是以跳舞出名的，然后他有很多东西是。他不光是肢体的利落度，然后他的表情，就是他整个散发出来，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他整个散发出来跟他的个头跟他的年纪是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以他这个条件是最会容易有姐弟恋的状态，因为长相很可爱，那个弟弟一看就哇，好，就是娃娃脸，娃娃脸有吗？他们跟你接触的时候有什么不轨的行动吗？他们吗？对啊，有一位哦。没有，是留电话呢，还是留微博，还是？可是他就是会准备小点心。哎呦，哇塞，这个绝对是贴心的举动哎，这个是新先生啊，就像送早餐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是想当李大人是不是？真的，来是哪一位？谁啊？谁？我猜是谁？你还在那边？对，你适合居心呢。喜欢他很久是不是？哎，我怎么念我自己的歌？对呀，就觉得他真的太可爱了。从他黑社会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不错，所以说今天有机会可以跟他合作，就要把握机会了。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你在黑人哥面前讲"很爽"这两个字，你算是很带种哦，好不好？我觉得有气质一点。如果要追糖果之前啊，你先查一下资料，小饼干对他真的没用。他喜欢练舞前吃点烧鸭。哇塞，他比较 old school 一点。但是这四位。你们要知道，我们糖果在黑社会出了名的一道比赛就是想赢。对，如果不想赢的话，不要站在头上。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他，然后他就是要赢。你们四个如果是抱着没有要拿第一的心情的话，你们不要跟他一组。因为糖果之前在舞蹈大赛什么都是第一。他是那种练完舞大家在休息，他还是一个人在镜子前面一直练的那种。好了，不要再给我孩子压力了。好了，好了，好了，对，好了。糖果这次与男子汉的合作，他们练习时的状况会是。你太主动了吧？没有啊，就想队长跟你第一次见面这么直接。我是队长跟你对。你好，我是副队长。对，有点像，因为是他啦，主要队长是他，还是给他扶的。大家向糖果自我介绍后，马上进行练习，但是廖佑君好像跟不上队友的舞蹈动作。廖君，你就是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就是我都说就是手就是这样，就是你的手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就是这个踏步的感觉其实是轻松的，可是你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你还一直看别人，我不懂，就是这学就到这个地步，你动作应该是要自己手，可是你都一直在看别人的，然后。
然后都要别人做，你才要跟着做，而且一直做错，真的不知道你在干嘛。那刚刚就是在练舞的过程的时候，有发生一点就是小小的状况，就是那个佑君他可能在练习方面的时候也有一点失神，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应该就是要比较专注在自己就是要练习的这方面应该会比较好，因为毕竟就是他们很就是这是他们很重要的那个淘汰赛嘛，就是如果他就是你知道一直在失神的话，可能就是知道就会被淘汰了。廖佑君能够跟得上大家的脚步吗？男子汉泪洒摄影棚，彤彤姐姐来秀秀。对，我觉得犯错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错就好，表示你下次不会再犯，不会再犯。究竟他们的表演出了什么问题呢？